果然是块璞玉，可不能当璞玉啊！马上就要参加比赛了。嗯，那就要看看接下来这位老师的功力了。哼，这位可是更不得了了，当年在百乐门里叱咤风云的任太太任大姐，要不是当年她耍了点小心机，我这点小功力，能不能当上五国皇后，还真要问问她呢。 能让金大姐为你卖面子，请我过来，你也不是简单的人物吧？嗯，不是的，我还差很远呢。<笑>就算差得远，过了今晚也照样让你赶上一大截。Kevin，这位呢，就是曾经在香港获得国际标准舞冠军的舞蹈老师 Kevin。我每次到香港的时候，都要他陪我过过舞瘾，死老潘只有掉眼珠的份。来，请。 怎么样，是不是更胜当年啊？想不到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能看到你这样的舞步。是啊，要不是看到你深情没变，知道你天天在练舞，才不敢请你出马呢。放心，凯文他不收钟点费，我每天让他给朱凤恶补，比赛那一天就让他做朱凤的舞伴，看谁能骚得过百乐门的武神。戴戴，谢谢你。 让这个丫头开了眼界，我看她已经开窍了。谁不知道我们金兆丽不喜欢输啊？为了你这个忙值得，就是，不枉我们百乐门三姐妹卖了老命来调教她。阿丽，阿丽呀！ 这么晚了还来串门子？哎呀，你有封信寄到里长办公室代收，我给你带来的。谢谢。哪寄来的？应该是我去申请去马来西亚，申请单开下来了。马来西亚？你怎么突然间想去那个地方？啊？去看一个老朋友。旧情人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事。 没批准。哎呀，阿丽呀，别老说我泼你冷水啊！像你这样一个单身女人，人家怎么会这么容易批准你出国呢？也是啊。哎，你不是在吴总那里认识一个马来西亚的大老板，挺喜欢你的。是啊，跟你随便说说的，你就当真了。你可以找他帮帮忙嘛。 对呀，阿英啊，你忘记了，就是港口那个阿英，他不是认识一个菲律宾的华侨吗？然后就结了婚，发了财，到菲律宾去当少奶奶呀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如果你想到马来西亚去，你可以。坐。 石红，啊，我想跟你说，啊，董事长，请说。我只想确认一件事。将近20年前，在上海有一家很有规模的贸易行，叫做永裕洋行。你知道吗？董事长，您既然能这么问，相信你已经很清楚答案了。没错。
永玉洋行曾经是我用心血经营的商行，只是失去让我失去了一切。哼，我就知道我看中的不是池中之物，让你在这儿做业务主任，会不会委屈了你？既然都已经失去了，我当然也就做好从头再来的心理准备。董事长，我不是没有苦过的人。 所以没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。当然，十年牢狱都能咬牙撑过来，哪儿还怕什么苦？那十年我没有同流合污，因为我非常清楚自己是无辜的。既然我没有罪，就应该保持自己的清白，等待重获自由，能出来再拼一次的机会。 我很感谢董事长能给我这次机会。要是董事长您有什么新的想法的话，我可以去别的地方再找适合我的机会，证明我还是可以的。石红，你果然是条好汉。石红，你这份工作需要整天替公司在外头开疆辟土，跟许许多多的厂商接触，我能够得到这些消息。 就表示别人也可以弄得到。我刚才就想看看，你能不能应付这些敏感话题。如果你三言两语就让人给捅翻了脸，那我岂不是拿着新公司的前途陪着你赌？董事长，这是对我的测试。没错，而且你高分通过。 赵丽，陈董，你在等我？对，我要跟你说件事。什么事？我找到你要找的那位画家了。虽然我的人很确定那位盛先生就是在马来西亚，可是就是没办法跟他联系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好像不想和任何人接触。我的人还讲，好像他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。 是吗？怎么会这样呢？看你的反应，那位盛先生跟你的关系非比寻常吧？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，都过去了。谁没有过去啊？如果你真的想见一见盛先生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办签证。 出国，可是出国，签证不是那么容易办的。没关系，这个事儿就交给我来办吧。我怎么好意思麻烦你？那要怎么谢你？如果你真的要谢我的话。 那就答应和我一起吃顿饭吧。一定。有消息我就通知你。好，麻烦你了。我走了。 赵丽。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这件事情？我真的不知道，私底下他瞒着我做了这些事情。
难道马来西亚的大老板都是这样追求女人的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讲？我跟你讲过，就算我是龙困浅滩，要游出来也是靠我自己的能力。我要辞掉这份工作。师傅，你是个有本事有能力的人，况且在这种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，有人拉你一把有什么不好呢？就算是你想从报社一步一步爬起来，在这样的过程中也是要有人赏识你，有人提拔你，不是吗？你记不记得我是你的谁？守护神。没错，我真的很愿意担当那个角色，因为我已经习惯照顾你，但我不习惯被你照顾，你明不明白？师傅，我保证，我保证他不会再这么做了。但是请你不要辞职好吗？留下来，不是给别人，是给你自己一个机会，行吗？好啊，我答应你。陈大哥今天好像心情很好，食欲也不错嘛。啊，我盼望你光临已经很久了，所以今天心情食欲特别好。陈大哥老是这样，总喜欢开玩笑。好，没有开玩笑。所有好吃的东西我都吃过，所以现在食物对我来讲不算是什么。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和我心仪的女人在一起，什么东西都觉得好吃。有些事情我真的想不明白，我真的能感受到你对我的那种心意。可是陈大哥，你明明知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重视的事情就是我重视的事情。您这是？是求婚。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。计划本来就是我做生意成功的秘诀。我只想让你知道，无论你有什么愿望，我都可以帮你实现。所以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就是为了让我高兴的手段。也包括你拉郭世宏来做你的业务主任，对吗？说手段未免有些功利，可是要你开心却是真的。我希望你知道我对你是真心真意的，所以才有那么多的计划，安排那么多的事情。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的话，也请你看在我用心安排那么多事情的面上，原谅我好吗？说原谅未免太严重了。陈大哥，我很感激你帮了我这么多的忙，我也很感动你对我的用心。可是我希望你明白，感情这回事是勉强不来的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感情是不能勉强的，可是感情是可以培养的。赵丽，我已经离婚很久了，在我这个年纪还可以碰到一个我心仪的女人，真的非常不简单了。我是很真心的。赵丽，如果我们结婚，我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。
我们就不要讲钱了，讲钱是太俗气了。那这样吧，我换另一种讲法：如果你跟我结婚的话，以后你就是马来西亚公民。 陈大哥，你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意人。哦，我真的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。做生意是我唯一的擅长，所以我也只能用这种唯一擅长的方式去争取一个我最爱的人。嗯，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了，给我一点时间好吗？回去考虑一下。 怎么样，是不是又让你想起了百乐门？是啊，很久没有来过这种地方了，还真是不习惯。很快你就会记起来了，不趁这个时候把你拉来，还要等什么时候？嗯，你呀，你就别再小瞧我了。 都多大的人了，戴戴，你临时赶做的这几件新服装啊，出色极了。你看，暗藏机关，暗藏什么机关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今天你的老乡好重出江湖，当然要他开一开眼界喽。不知道他呀，又要出什么奇招了。反正啊，他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。 看下去吧。来来，来喝。他们俩都好着呢。哎，真是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口子太糟糕了。 不好意思，想不到你当教练也是一样的出色。光看你的高徒的表现，没有9分也有7分你当年的风采啊。嗯，就是不知道这7分啊，够不够他赢下这场比赛。 有没有丢你们的脸啊？如果这样还算丢脸的话，那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叫你了。虽然跟我们三姐妹比还有一段距离，不过对付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还绰绰有余。走。哎哎，这……嗨嗨，你干嘛呢？吃亮饭的呀？看来有人要使什么阴招了。啊！吴经理，你过来！不公平了！哎，你说这个比赛不算数，有本事你告诉他们，我要跟他们交情。那些小妖怪还想跟我们斗？
请允许我这局外人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刚才小红美跟评审反映说，朱凤得到金大班20多年的真传，对其他参赛者并不是太公平嘛。而且金大班还找了百乐门的好友来助阵，怪不得这个实力稍微悬殊了一点。悬殊的是我们这边是狐狸精，那边是一群不成才的猪八戒。那就麻烦童经理去问问小红美，要怎样比赛她才觉得公平呢？就是啊，你有本事让她找我们三个之一单挑啊。小红美她说了，这朱凤虽然得到你们几位的精华，但是她小红美还是愿意跟朱凤挑战，大她2-3岁应该不算是以大欺小吧。那老娘就不客气了，我要上一课老教少。既然小红美说要跟朱凤挑战，那就让朱凤自己决定吧，看她要不要接受。好，我接受挑战。那好，我去安排一下。真有你的，上海造寸就是少造一寸，你赢定了。有戴戴这一招啊，看他们还能怎么样。走，这去呀。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聚呢？怎么了？到时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？你不知道，下个星期我就要跟那个死老潘移民到旧金山了。我看赵丽跟那个死丫头忙得起兴，就先耽搁没说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好好乐呵乐呵。今天晚上我们一醉方休，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大姐，你知道吗？刚开始啊，我好紧张的。拜拜。你今天表现得真的很不错，你没让大家失望，知道吗？嗯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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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姐，小红梅输得这么惨，听说还住医院了。他会咽下这口气吗？慢走。要是我，我就会。谁将会大放异彩，是任何人也挡不住的。好了，不要想这么多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大姐，你今天是不是有心事啊？我看你一整天都心神不宁的。我有什么心事啊？我高兴得不得了。回去回去，好好休息啊。别想那么多了。大姐，拜拜。拜拜。大姐，小心！
大姐，大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小心。你怎么来？你怎么乱开呀？啊？没事吧？要不要叫医生啊？啊？怎么报警吗？先生，先生你怎么样？先生，先生。哪儿啊？好久不见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爹爹他怎么样了？现在还不知道，正在手术。医生怎么说？有没有生命危险？我也不知道。把他送过来的时候，医生只是说要紧急手术。现在还不知道，还没有通知呢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想他不会有事的吧。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感觉那个摩托车好像是针对我来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玉院长就……他就……我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我……那位先生突然冲出来救了大姐。要不是他那么英勇啊，大姐肯定没命了。弟弟他救了你。请问一下，哪位是金兆丽小姐？我就是。哦，是这样的，行凶的歹徒高文山已经被捕，现在需要几位目击证人到局里指证一下。能不能稍微晚一点？我想。我想再等等手术结果。警察先生，不如我跟你去吧，当时我也在现场。好吧，跟我们来吧。嗯。林叔叔，手术怎么样？爹爹没事吧？大小姐，这次老师伤得很重啊，现在内出血倒是止住了，骨折的部分也都固定了，但情况还很危险。爹爹，爹爹。怎么会这么严重？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我是凯伦啊，爹爹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。凯伦，林主任说了，麻醉药使他明天一大早才能清醒，要不然，我先陪你回家休息一会儿。不要，不要留在这儿陪着他。Thank you.
你醒了，你一夜都没睡啊？你父亲是因为我才受伤的，我想留下来多照顾他一会儿。我一直想问你，爹爹为什么出现在夜吧里？他是去找你的吗？哦，水壶里没有水了，去帮我打一壶回来。我怕他一会儿醒了可能会想喝。哦，醒醒吧！我不希望你出事，我真的不希望你出事。快醒醒！快醒醒！查理，你醒了，于院长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你真的醒了。叫我院长。你妈妈过世了，我答应她，把你带到她的坟前，叫她一声妈妈。我还答应她，认回你这个女儿，让我在有生之年补偿你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要是走了，怎么面对他？怎么跟他交代呀？院长，院长，林医生，不是。赶快注射五 CC 镇定。姑姑，你有客人。啊，世红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跟你说一声就自己来了。那么客气啊。你等一下，我先去回房换件衣服。啊。有意，给郭叔叔倒水。嗯。我姑姑回来了，我先回房温书了，你们慢慢聊吧。好。有意呢？好，回房了。事情吗？还是你最了解我。院长和凯伦都来台湾了。真的吗？而且他还为了救我出了车祸，到现在还躺在医院里，没有度过危险期。那你现在为什么还待在这里呢？你应该守在医院那边。他们找你是因为
要是于永桥的情况真的那么差，那么你除了顾及凯伦的感受以外，或许真的该重新考虑一下。可是这么多年了，我都是照着我哥的意思在保守这个秘密，难道现在变成了这种情况，我反而要跟凯伦说出真相吗？我们大家都很清楚，凯伦深爱着玉永桥，那种爱是不会因为没有血缘关系就消逝的。既然这是玉先生的心愿，我想凯伦也会坦然接受。你想一想，她可是友谊的亲姑姑，你打算一辈子瞒着友谊吗？友谊，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你不是在屋里温习功课吗？对不起，姑姑，刚才我不小心都听到了，我跟姑姑是不是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？就像郭伯伯刚刚说的，我很敬爱你，这种爱不会因为没有血缘关系而消失的。我爸爸跟你不是亲兄妹，你却一直把我爸爸当成亲哥哥一样的敬佩，我也不是你的亲侄子，姑姑却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了我的身上。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姑姑对我的爱，以前不会，以后也不会的。友谊，好孩子，你知道吗？姑姑听你说这些话，心里真的很开心。姑姑，你这辈子总是为别人考虑，偶尔也要考虑考虑自己啊。那么，给自己一个亲口叫爸爸的机会吧。别为难了，去吧。
是我一个人的想象而已。